Hello，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画画佬频道。那今天呢，我们要在模拟市民四里来捏一只明星志愿三游戏当中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角色，叫做星明沙雪。那好，星明沙雪的监护人，他的律师，算是家长吧，可是不是他的爸爸。秋元胜野先生，我们捏这两位人物。那星明沙雪他是谁呢？他是明星志愿三游戏里一个很著名的。日本混血儿的一个女艺人，那她的背景是呢，她是大概游戏里出电厂时候，她是高三吧，17岁、18岁那附近的一个高山的一个，虽然是在日本已经当红的一个女艺人，然后来到台湾发展这样子。那如果说不知道星明沙雪在游戏里的样子的话呢，我会把她的照片、她的图画放在这个旁边呢。那就是呢，明星圈三呢，它是一个游戏嘛。那它这个人物呢，它不是真人，它是绘画出来的。所以说呢，其实这种比较漫画风格的人物，我就是尽量把它这种感觉、它这种气质实现在模拟市民四里。那当然不可能一模一样，因为两个游戏的风格差蛮多的。在明星圈三里，它图画是非常那种漫画风格吧，有一种。他怎么讲，感觉也不是少女漫画，就是偏向漫画风格的，就是那种没有鼻子啊，鼻子只是一个三角形那种感觉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呢，我就尽量在模拟市民四里把他一个气质、他的一个感觉、他的一个风格呈现出来。那沙雪呢，他的一个脸颊是非常饱满的，苹果肌非常的蓬，然后下巴是很尖的这种下巴，然后眼睛是很大颗吧，真是算是蛮大颗了，然后有点算是双眼皮，是有点那种比较气质型的秀气型的双眼皮，对，然后嘴唇偏小，然后眉毛是那种比较那种明显拱形那个眉毛，像是那种修过的眉毛，对，因为明星三呢，他出的那个年代是他们流行修那种很细比较高耸这种眉毛，所以沙雪呢，他也是这种眉形，比较复古感觉的一个眉毛，所以我帮他选了这个。那我们沙雪呢，大致上轮廓框捏好了，最后呢，我会把我角色全部做个微调，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算是雏形吧，对，大概90%完成雏形。那沙雪呢，它是一个金色的长发微卷，然后戴了一个发箍在头上。那可是我的明星圈在有些里没有发箍，所以我戴了一个这个蝴蝶结，对，这个我觉得还蛮适合它的。那我觉得沙雪蛮适合这种比较小型的。气质耳环吧，不要说太夸张的。那我在看书要帮他选什么衣服呢？那我后来帮他选了一个我之前做的那个洋装，我觉得沙雪还蛮适合这种气质的感觉。虽然说呢，他的游戏里是那种很夸张的那种涉谷公主风格的那种装扮，但是呢，我没有这样的衣服，所以我帮他选了一个比较写实路线。好，那我们沙雪呢，等一下最后再做个微调。我们现在呢，再捏秋元胜野先生吧。那一样，如果说不知道秋元胜野先生是谁的话呢，我会把他图放在这里。那秋元胜野呢，他是沙雪的一个监护人，他本身也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律师，严肃但是还蛮温暖，非常严厉，但是呢也会对沙雪流露出一些像是关怀之情吧，这样讲。那两个感情非常好，虽然说不是亲生的。那胜野先生呢，他游戏里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对，所以我帮胜野先生呢选择了是成年人，因为模拟市民四的一个游戏年纪分成青少年，然后青年人，然后成年人，在老年的人嘛，所以说我帮沙雪选了青少年，因为他是17岁，然后胜野先生呢，我帮他选择的是成年人，比较成熟一点，虽然说他看起来还是很年轻，但等一下慢慢变老，对，在这几分钟之间呢，他慢慢的变老。那基本上啊，胜野先生有戴个眼镜，他几乎好像眼镜没有拿掉过，然后随时都是西装笔挺，头发都是梳起来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我帮他选了一个梳起来这个发型。我觉得这个发型其实还蛮像他游戏内发型啊，虽然说比游戏内看起来比较潮一点，所以我帮他选这个发型，然后呢帮他弄了一点，其实看起来变老了，对，他比刚刚已经老去一些了。然后包配了一个这个眼镜，我觉得是最像游戏内的了，当然不可能一模一样了。然后等一下呢，我会帮他配一套西装，然后再做一些微调。
好，那这个就是最后的完成的样子。这位呢是我们的心灵家舍，我们近看一下，它是这样子，这个是比较小的一个嘴唇，包上了一个雾面唇膏，然后腮红，然后高挑的眉毛，然后包上了这个发型，一点微卷，配这个发箍。那家舍呢，我帮他再套学校的制服，因为刚刚提到嘛，他是高三的一个学生，虽然说他同时是一个女艺人身份，有戏里啦，所以说呢，我帮上了一套这个制服。那我们家舍是一个青少年。这个是他第一套衣服，那我们近看沙水的样子，长这个样子，转一圈。那沙水呢，他的一个个性，我帮他选择是非常有自信，然后爱好音乐。那有心理呢，他是一个非常追求自我完美，对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女生。那他非常自信，所以帮他选这个，就是非常的对自己感到非常的有自信，可以这样讲吧？对。那沙雪第二套衣服呢是这个呢我帮他配了一个像是珍珠项链吗，感觉蛮有他的风格。好，这个是沙雪第二套衣服哦。那沙雪呢，他的一个日文我去查了一下，好像沙雪是 Sayuki， 那新名是 Nina， 那大概这样子，如果错的话希望多多包涵。那秋元圣也呢，他的一个我也去查了一下，他日文是什么 Messiah 圣也，然后 Hagiwara， 好，就是秋元圣也先生，就是他最终完成版。我们近看一下我们的圣也先生，我感觉有他的这种味道，我觉得还蛮像的，有点这种熊男风情啊，这种非常的对自我是非常自信这种熊男的感觉，秋元圣也。那他个性呢，我帮他选择是要一样非常自信，然后呢他是完美主义者，所以说呢他对沙雪是非常要求完美，然后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天才。这个是我们的秋元圣也先生。我们转一圈呢看一下圣也先生，然后帮他选了一套西装笔挺的衣服，然后每次出现的都是穿一套西装，这就是我们的圣也先生。那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呢沙雪啊，他的有送礼，他跟秋元圣先生是从小一起，沙雪很小的时候就跟他住一起，然后到沙雪长大都是一起的嘛。那他们虽然是那种好像家庭的关系，像家人这样，可是我感觉沙雪对于圣先生有一种一点点超乎家人的这种崇拜的感觉吧。他非常的崇拜圣先生，崇拜到有点超乎一般的家人那种崇拜了，有种崇拜加依赖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好吧，那我们沙雪就捏完咯，这个是我们的新名沙雪，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秋元圣也。虽然说呢我一开始一直看成敌元圣也，那个字真的超像敌的，大家有这样觉得？好，那么心灵沙雪就捏完了，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如果喜欢请帮一个赞分享留言，还有不要忘记订阅支持最新消息哦，感谢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